子弹啊，命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根本用不着躲。啥？放下！黑子，叫他们擂鼓。什么？叫他们擂鼓。 狙击枪，前方山地捕捉目标，给我往死里打！
没事吧？没事。咱们要保存实力，看看情况再说。 村子里去，快走！怎么回事啊？没啥事儿，有日本兵从右边杀过来了。还是有奸细的，咱们绕黑仔。黑仔，马上组织人手，一定要堵住那支日军。是，快去！上，快去！ 虽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，可虎门伏击这一仗，在我的记忆中仍然历历在目。因为这是我们参与的第一场正规战斗，大家终于见识到什么叫大阵仗。 谢谢强哥了，你也太没战斗经验了吧。
这枪给我了。不想要啊。黑仔，偷着乐吧。这枪真给我了。还有活的没有了？老子有枪了。怎么样，还疼不疼啊？哦，不疼。以后小心点。哎，我说哥几个，以后咱就跟着全哥干吧，我觉得不错，这就算是抗日队伍了啊。咱们以后啊，终于能大展身手了。是啊，今天打得可过瘾了。是啊，过瘾。我看呢，还是没有正规军威风，连统一的军装都没有，只敢偷偷摸摸的打埋伏，就是字头大了点儿。你别老阴阳怪气的好不好？那我们以后就叫做全字头了。什么全字头、黑字头？咱们现在就……大家伙都聊什么呢？嗨，没什么，瞎聊几句。哎，我说咱们接下来怎么着呀？打谁啊？这具体的下一步，全哥跟大家说吧。哎，大家都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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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。好了，我说两句啊。咱们今天打了一个大胜仗，打出了气势，大家都辛苦了。但是不要以为打了胜仗就可以万事大吉了，我们今天这一仗也暴露了不少问题。当然了，我们这支队伍是新成立的，没有实战经验，这可以理解。但是我们有些新战士，不执行命令，不服从纪律。切，赢了不就行了吗？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哎，麦剑锋，你再说一遍。我告诉你，不服从命令，不遵守纪律，别说打鬼子，你什么事儿都干不了。我现在宣布，回到根据地以后，所有的新战士重新整训，考试不合格的退回地方。我们的队伍需要的是能打硬仗的。解散。全哥这话我是听明白了，从今天开始咱哥几个就是硬骨头了。好，说不着，咱都是硬骨头。松本先生，这是我们刚刚接到上级命令，马上要增援广州，今晚就出发。那大鹏镇怎么办？大鹏镇就拜托给你了。我？对，你是这里的维持会长。可是，就这样决定了，接下来拜托安会长，就看你的表现了。拜托了。啊。爸，走了，他们终于走了，总算熬过来了。爸爸，thank you.
这么晚还不睡啊？你手里拿的什么？给爸爸看。没什么。爸。早点睡觉啊。嗯。啊，对了。嗯。日本人没有搬走那些粮食，明天还是还给街坊邻居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快睡吧，快睡吧。嗯。哎，您就是安景惠先生吧？啊，在下就是。您是？听说您家里在日本人撤离之前是他们的临时兵站，我看仍然有不少余粮啊。这些都是日本人搜刮镇上老百姓的。我不想听这些粮食的来路，我只关心他们的去向。现在地方政府的抗日部队急需粮草，过两天会派专人来接收，希望你们届时配合。一定。鼻子可真够灵的，日本人刚走，这就找上门来了。爸，那咱们还去派粮吗？派啊，派一点是一点。嗯。走吧。你们当中有菜农小贩，也有船夫渔民，虽然你们的出身不同，但是你们来到这儿，站在这个队伍里边，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那就是抗击日寇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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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咱怎么连军装都没有啊？什么时候给啊？鞋子呢？是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全就是。你们说的好，我们虽然没有统一的军服，没有番号，但是你们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真正的军人。军人就要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。哎，全哥，你这意思我明白了，就是你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，不就完了呗？否则在战场上，就可能因为你一个人的疏忽和你擅自行动，毁掉我们整个部队。听明白没有？明白了。怎么都没吃饭啊？大点声！明白没有？明白。好了，下面我们开始上训练课。训练科目：列队、留紧急、待在处出列。去啊去啊，加油！大家都看清楚了，刘锦西，转过身来，转过去。啊！下面由戴在初和刘锦西给你们做向右看齐的示范。听口令，立正，向右看齐。看我干什么呀？现在是向右看齐，是以排头的第一个人为准绳，看齐。看我。现在是，完了。哎呀，这容易！来了，哥几个。给大家做个示范，哎，你边上点，边上点啊！来来来啊，来，注意口令啊！阿峰、火胜、阿彪、阿强，向我看！哎，你看他们，是这意思吧，全哥？嘿。你不是说你会吗？接着来啊！闹够了没有？闹什么呢？
有完没完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凭什么要看你？你算什么东西？看的是排头第一个人，明白不明白？一群土鳖！你说什么你？你再说！就是你！就是你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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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！组织！有没有组织？有没有纪律？行了，好，别喊了，别喊，别喊了！住手！你说话小声点，别指人，小心挨揍。归队！你看，你还打？信不信我揍你？都给我闭嘴！松手！站回去！啊！回去！哎呀，谢谢谢谢！啊！哎呀，谢谢谢谢！来，谢谢，您真是大鹏镇的善人呐！来，谢谢。啊！谢谢您。下一个。谢谢谢谢您，您这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！哪个是安景惠？我就是，什么事？跟我们走一趟吧，兄弟们，带走，走走。哎，你们为什么要抓我爸爸？是这样的，有人举报，说他是汉奸。我爸爸不是汉奸，不是汉奸。不是汉奸，真看不出来。哎呀，汉奸的。我跟他们走。爸，我去聚聚会，你继续给大家派发粮食，照顾好小杰。走吧。爸，爸，爸，爸。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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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哎，A仔，你帮我看看这写信的写字儿，这么写对不对？嗯，全哥让你练字儿了吗？连个向右看齐都练不好，练什么字儿啊？什么字儿？啊，写信的写。那你也应该问阿强，我哪知道啊？哦，我问阿强去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下午全哥就检查了。哎，好好再练练。哎，快吧，阿彪，快练呀！来来来。注意听口令啊！向右看齐，你干什么？阿彪，出来出来！哎呀，你真是有脑子，真笨！哎，快快快快快来快来！哎，注意啊，立正！向右看，哎，等一下，嗯，怎么？不是，那个，口令，向右看，能不能改一下？啊？改？啊？这怎么改什么呀？改什么？哎，不是，咱们小时候不都是往东或者往西走吗？这我就了解。阿彪，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你不分左右。如果你喊向东看齐的话，我嗖就到了。你说的啊，那先试一下。好，来，东东，立正，向东看齐。东向东，哎，东那是北的话，那那边对，哎，东在那边，向东看齐啊，这东。向东看齐，你们东西南北都不分，还说我们呢？你左右都不分，好不好？对呀，是你有问题。你这个家伙连左右都不分，你怎么连左右都不分呢？切，这哪有还行啊？北的哟。那你们是不分东南西北，爸，你是不分左右。哎，集合。快点，全体都有，立正，向右看齐。
向前看，向左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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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今天练得不错，继续保持。解散。哎，刘慧仔，你们几个干什么去？列队。刘慧仔，你们几个练得怎么样了？就那样。来一遍。全体都有。立正。向右看齐。向前看。向左转。向左转。向后转。阮永彪，你怎么回事？那个报告，我们可以换一下口令吗？又来了，又来了。那个左右的口令我不太熟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口令换成向东转或者向西转，我就没问题了。你说你要改口令，哎，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就照你这个态度，左右不分，上战场怎么打胜仗？哎，哎，你这话说的太绝对了吧？我们上战场肯定没问题，这是打仗吗？你老在这转圈转圈有什么用啊？靶标都转晕了。我们要上战场肯定不怂，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嘛，对呀，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。转圈有什么用啊？弄这个干就上战场上转圈能打仗吗？刘辉仔，一天之内你不把阮永彪左右的问题解决了，明天你就去填粪坑，他只要错一次你就填一次。这这明天就要检查队列了，阿彪怎么办？哎呀，我看算了吧，还是照着阿彪会的向东向西转，要不明天都得受罚。那口令能说改就改吗？阿彪，赶紧起来吧，大家都给你想辙呢，你还好意思在这睡大觉？啊！阿彪，起来！干什么？哎，你
你这怎么左右不分到现在舌头还捋不直了呢？你别吓唬啊，赶紧训练，向左转向右转，赶紧快快。哎呀，别念着，我困着。填粪坑的时候帮帮忙啊。李正，刘辉仔，昨天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？报告，没完成。报告，完成了。报告，粪坑在哪儿？报告，不用去粪坑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俩一个人说话。我练好了。阮永彪出列。李正，向右转，向左转，向后转。向后转。行啊，阮永彪不错呀、啊。努力。全体整队吃饭，解散。哎，不错呀、啊，你行会了，什么时候练的？你小子，哎，快看，这少一颗牙，牙呢？怎么回事啊？我昨天晚上拿水壶，你呀、啊，把右边的牙齿给打掉了，所以我知道痛的是右边，不痛的是左边。哈、啊，聪明吧？紧急集合！紧急集合！集合！紧急集合！什么事？怎么回事？别打我！快点，来，集合！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！集好了，快点！阮永彪呢？报告到。你搞什么？报告，我衣服不见了。看你这什么样子，你打算这么上战场吗？赶紧回去穿衣服去。是，报告。他的衣服在我这穿着呢。那你的衣服呢？报告，在我这儿。你怎么穿我衣服？你穿我衣服干嘛？哎，你别说了，你穿我的衣服，穿我的衣服，你还拉着我干嘛？别说了，你快给我，你把我衣服给我，我让你，别说了，给我，你快点给我，这站好，这快去，一会儿赶紧给我换回来啊，快给我。如果在真实的战场上，就都像你们这个样子，你们自己好好想一想，面对你们的是什么？今天晚上夜行5公里，阮永彪到，领队跑。报告，我冷。你不裹着席子的吗？李正，
把那个桌子往前啊，哎，往前，哎，好，老三，过来过来，把那个鼓拿过来啊，哎，好嘞。这次宋子文先生通过海外的关系搞到一批医用橡皮手套、麻醉药剂和一台制造外用消炎药的机器，责成我们从香港运往内地前线。我觉得走水路很危险，我打算从汉路运到桂林，再从桂林转运。可如果从汉路走，必定经过共产党控制的地盘，我们还要跟他们取得联系。跟共产党打交道还好说，就怕余汉谋的部队，不管你是运什么，不留下点买路钱，根本不让过。枪法不错嘛，少废话。我得开了，嘿，嘿。